做裁缝做了30几年了，其实服务大众嘛，还要有忍耐性嘛，慢慢学习才会成功嘛。师傅对阮真严，比阮老爸较歹。师傅若无严，徒弟也袂会熬。我真感谢师傅，给我这个机会，给我完成自细汉的愿望。我老喽，徒弟比我厉害喽。幸好跟对师傅。师傅，谢谢。学艺有成，梦想传承。